主料：蚕豆700克，酸菜80克。辅料：盐、糖、料酒、鸡精、姜、蒜、葱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蚕豆去壳，洗净，酸菜洗净切碎，放油边炒熟盛出。锅里放油，七分热，放下姜、蒜末爆香，放入蚕豆煸炒，待蚕豆有些转色，放盐、料酒、酸菜煸炒，加一点水焖至蚕豆熟，放鸡精、葱花，腌制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蚕豆一定要煮熟，因为蚕豆连皮炒，所以盐要早些放才入味，水不能放得多，刚够煮熟就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